提到巴黎，那里有非常多的宝藏。比起追随每个季度流行的趋势，我更倾向于通过自己喜欢的单品来展现个性。我今天随身携带的这支就是松茂山下有松寻迹系列的新款，然后这是一个麂皮的包包，我觉得它，你别看它感觉好像大小不是很大，但它非常能装，就是很实用。像我今天在包里揣了一些，我觉得自己出门会随身要带到的，比如说护手霜啊、眼药水啊，这个比较基本的。这次 Song Mang 带着展览来到了巴黎，真正将中国设计带到了世界面前。这场展览是一次溯源，主题名为 Song of Mount。Song 代表松，Mount 代表山，道出了中原大地之美。